邀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。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请把双手借给利豪，帮我鼓鼓掌。人的一生当中，真的有太多的机会，当机会到的时候，你会不会选择陈利豪？其实我说实在话，全国投资朋友们，你看我的节目也看了很久了，各位，你知道这几天啊，公司呢传了一个笑话，很多的投资人打电话到公司来哦，各位，你知道为了什么事情吗？各位，我如果大家看我的电视节目，应该都很清楚，我从9月21号开始哦，9月21号，一直到现在，我做最多的股票是哪几只？各位，你记不记得上个礼拜，我礼拜四、礼拜五的节目是重播的，有没有？然后礼拜五到礼拜天也是重播的，各位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就是要让你知道，陈利豪做股票不要多。各位，我昨天在电视上还拿手机给你看，各位，四星跟微盈有没有？那各位，你看微盈，各位今天攻涨停有没有？我已经跟全国投资朋友们讲过了，你如果在台湾做股票，你要懂得来龙去脉，你要懂得筹码。各位，我在上个礼拜，一个礼拜，整整一个礼拜哦，我就跟你们讲四星，我就跟你们讲微盈，就这两只股票，我电视上也重播啊，对不对？我就让你看看这两档股票，我每次都在跟你讲这两档股票。各位，你看这两个礼拜以来，你看这两个礼拜以来，这两档股票是不是来回做价差，你赚翻了，真的赚到爆了。我连昨天四星 KY 还建议2480买回，我昨天在电视上不是跟你讲吗？今天马上冲到2600，对不对？各位，台湾做股票真的每天要换股票吗？不用啊，你这几档股票一直做，你就赚不完了嘛。各位，你看我的侧标，10月19号到今天为止哦，10月19号我抢短，10月20号再抢短，在昨天再买回。各位，我四星做三次，你看我的侧标，我都打在侧标上。我微盈做两次，你看我的侧标。各位，股票要多吗？你各买几张？你10张好不好？那你如果你说老师我没有钱，你买一张也可以。更何况我还提到技嘉跟双红，你看技嘉双红，各位，你看今天昨天我们就买了，技嘉也是红的，各位你看双红，对不对？各位今天也涨11.5块了。我跟你们说过 ，AI 永远是人气所在，人气在哪里，钱就在哪里，钱潮在哪里。很多人不相信。每次看到报章媒体杂志讲 AI 不好，就在杀 AI。 你们在杀的时候，我刚好在买 AI， 你们要追 AI 的时候，刚好去丢 AI 给你。所以各位，你看我陈利豪，我不会造假，不会作弊。各位，你看清楚，我为什么在上个礼拜一直告诉你们，请你们录影存证，录影存证啊。为什么？股票不要多嘛。你看各位，验证是最大的诚信，有没有？你看看四星，我做四星也放空四星，买微盈也放空微盈，又买四星，又放空四星，又买四星，又买微盈，又买双红，又买微盈，又放空微盈，又买四星。各位看到了没有？各位，股票要多吗？你看我陈利豪的电视节目，请你录影存证好不好？我不会造假，不会作弊，我更不会吹牛。我玩来玩去就是这几档股票够了。各位，你看我10月19号，各位你注意看我陈利豪10月19号的讯息，我昨天已经拿给你看了，对不对？各位注意看10月19号的讯息里面，我提到4档股票而已。各位，我们只做4档股票在这里，哎，来，10月19号来这边，各位你看到了吗？是不是10月19号我提到什么？技嘉、双红、微盈跟四星啊，有没有？有没有看到？
技嘉、双红、维盈跟四星呢、啊？我连九月，我连十月十九号大盘在下杀，我都告诉我们就玩这四档股票就好。十月二十号再杀，一样玩四只股票就好。我一样玩四只股票，你不相信你再看，你看这是几号？这是十月十九号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四档股票？好，各位，你看十月二十号，我们进入十月二十号，你看点进去就好。各位点进去里面我讲什么？点进去我讲什么？还是一样啊，维盈、四星、维盈跟双红，有没有看到？四星、维盈跟双红，哥，你看到了没有？你看到了吗？所以各位，今天你看看双红大涨，对不对？二三七六也在涨，对不对？二三七六也在涨，三六六一四星 KY 今天还涨到二五九五，我昨天2480买的，昨天2480买回来的，你看昨天，你看昨天你敢买吗？昨天你敢买吗？昨天最低2475哦，我们买回哦。你看看我陈立豪，我不会造假，不会作弊哦，哥，你看，你看我昨天买什么？对，你看我昨天买什么？我们拉到昨天，很多的讯息绝对，各位有图有证据啊，我们不会造假，不会作弊。昨天两个字，好，各位，昨天两个字，你看到没有？来，给我念给你看。各位，昨天会员注意。3661的四星改价2480-2500可以买回，各位你看到了没有？我为什么要买回？各位你看，当你昨天买到之后，昨天2480-2450你买回，收盘就是收2500，全部成交，成交之后，各位你看今天拉到2595，我光这档股票我又赚了将近100块，昨天到今天而已。各位做股票要多吗？我测标我打得很清楚，十月十九到十月二十三，我只做四星跟维盈啊，四星做几次？做三次，测一次200的价差，一次90价差，一次昨天到今天105的价差。各位，维盈做两次，这一次70块，另外一次从十月二十号到今天最大值赚210块。各位，今天你看工涨停。各位，股票要多吗？股票要多吗？股票要多吗？如果你不相信，各位，我再拿证据给你看。给我这个人很多证据啊，各位，证据一，验证是最大的诚信。从我九月二十一号开始，一路就是这些股票，一路就是这些股票，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好，各位，你看，证据二，你记不记得当初我说不要问不要猜，一通电话很清楚，我当初不是跟你讲送维盈大财神吗？你不相信，当初维盈才在多少？才在1300多，1400而已，现在1665了，对不对？各位，另外中秋大礼9月25号，我不是跟你讲一定要有，绝对要有吗？还是一样，就是维盈啊，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各位，这就是证据二嘛。各位，再让你看证据三，证据三，各位，我十月三号也一样跟你讲四星跟维盈，有没有？不造假，不作弊，不欺骗，不吹牛，好，各位，十月四号电视上还是一样四星维盈，对不对？有放空，又有买回，各位你看了，又有买回四星维盈跟双红，各位你看到了吗？你再看看十月六号也是一样，四星也是维盈，又买回四星，又买回维盈，有没有看到？如有造假退出股市。各位再看看十月十一号还是一样，又是四星。各位，我会造假作弊吗？股票要多吗？我各位真的，我跟你讲，各位，我那个台东第七区从化区那个客户啊，真的帮我介绍好多好多的会员呢，真的。各位，股票真的要多吗？我在今天在电视节目上，我要奉劝所有全国投资人，你在做股票的过程当中，我在股市35年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股票不要多，是因为我了解筹码的变化。你筹码掌握住，你可以来回做价差，你可以赚翻了，赚到爆。如果你每天为了去找涨停板的股票，为了去找那些每天的涨来涨去的股票，各位，今天它涨，明天轮它跌，那后天轮它跌，后天又再轮它涨，各位，你永远抓不到这，永远抓不到它的筹码，你永远赚，这股市赚不到钱了。我在股市三十几年了，
我非常了解这个观念、啊、所以股票要多吗？我玩来玩去一整年也不过就15档到18档的股票而已，就来回做价差就好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懂它的筹码，赚爆了，真的。股票要多吗？真的不要多、啊、全国的观众，如果你真的在这时候真的能够体会利好的想法，你能够真的明白在台湾股市你要的只是赚大钱，你只要赚大钱就好了。黑猫白猫，会抓老鼠的猫就是好猫，你管它什么股票，只要能够让你赚大钱的股票就是好股票。各位听得懂意思吗？那各位，你说你1000块以上的2000块以上的你买不起，好，各位，那3324双红我们也有做啊，你一样买得起啊。昨天有低价，今天还有黑的嘞，对不对？你敢买吗？你敢抢吗？各位，2376这档股票，我昨天还叫会员买低一点呢，你相不相信？你看，我昨天还叫会员也买低，刚刚在讲的时候有没有？你看，刚刚这一通在买回四星的时候有没有？昨天就已经在买布局技嘉238到242，就已经在布局了呢，就已经在布局，成交都在240以下。那各位，你看今天收盘收在哪里？也是收247啊，也是赚钱的、啊，对不对？你要懂得布局呀、啊，你要懂得了解人家在杀的时候你要买呀、啊，人家在追的时候带着钢盔往前冲你要卖呀、啊。各位，证据三个都让你看到了。我这个礼拜两个礼拜我就是做这几档股票，技嘉、双红、四星，还有什么微盈吗？各位，我跟你们说过，其实很多的这些哈、哦、外资法人他真的不懂股票，他就是因为钱多，听得懂吗？我也跟你说过，外国人的外国月亮不会比较圆呐、啊，外国人做股票也是一样，没有鸟用，没有什么屁用啊！你看，各位盲点测试。10月24号今天清晨的美国股市一样盲点测试嘛，你看到了没有？你看那个电子股也是一样盲点测试嘛。我已经跟你说过，你要懂得来龙去脉，要懂得来回做价差，你赚翻了，真的。所以各位，跟着利好安心放心又开心，一通电话我真的帮得到你。各位，你知道要怎么样选择一个好的老师吗？一个好的老师、哦、把所有的重点都打在侧标上，一个好的老师买什么卖什么一定都打在侧标上，让你去拍照存证。我不会造假，不会作弊，不会欺骗，我也不会吹牛。一个好的老师手机常常可以给你验证。各位，你相不相信今天一大早我告诉我的会员，上个礼拜只要打到16273支撑区就抢反弹嘛，对不对？我是不是抢了四星？我是不是抢了微盈？各位，今天一大早我告诉我的会员，台股一定会回撤16202，那个最前一波的最低点。我的会员说，老师真的吗？各位你看有没有回来，你看各位，今天大盘各位注意哦，有没有我来回撤16202？有啊，最低还打到16163。那各位请问收盘收多少？16309。你相不相信我今天一大早已经告诉我的会员，只要能够回撤16202打破之后，它一定会马上反弹，就是抢短线。你看各位，你看在今天早上，各位你看今天哦，今天两个字开始分析了。各位你看我分析这么多，你看这里就好。今天台股将要继续的测试16202前坡的低点、哦、前坡的低点如果可以触及再上、哦、各位你看那是最好的情况。各位有没有触及？有没有触及啊？有啊，触到16202，各位还灌到16163，各位收盘收16309。这样的老师你要好好珍惜啊，我真的很努力啊。各位，一样米养百样人，我们遇到有很多的会员、哦、也是一样啊，你做的再好他都会 complain， 听得懂吗？但是有很多很多绝大部分的会员是真的很可爱很棒，老师你真的好认真，老师你真的好棒，老师我爱你，你越对我好我一定对你更好，我的个性就是这样，听得懂吗？所以各位真的，你看你们还在睡觉耶、欸、你们还在睡觉耶、欸、早上几点？7:53耶、欸、你们还在睡觉，我已经传了这么多的讯息啊，今天早上两个字啊，你们还在睡觉，我已经在分析行情了、啊、各位你看到了没有？
那昨天买到的，你看，哎，昨天买到的买回来的四星248到250，你买的啊，有没有？还有技嘉买的啊，你看，我今天早上就在讲什么？3661四星，只要接近2600左右就可以出掉了，有没有？那各位有没有来接近2600？我昨天2480买的呢，你看今天，各位今天最高多少？有没有来接近2600？来最高2595，各位你看到了没有？是不是来到2600？外盘价还闪到过2600呢？各位厉不厉害？准到吓死你！我为什么要做四星？我为什么要做微盈？你这样懂了吗？哦，陈立豪好棒哦！哦，原来这两只股票 AI 的股票好厉害，好屌哦！你不要每天在看结果论了，人家在杀的时候，你要睁亮眼睛去买股票。我上个礼拜去哪里？我不是说我去开重要的会议吗？哥，这两档股票我就跟我的会员讲，我回来就是要做这两档股票。我这个人讲话很实在，我不会造假，不会作弊，不会吹牛，不会去欺骗。你看那个微盈有没有？你敢买吗？哥，你敢进吗？对不对？你敢进吗？当初杀下来的时候，哎，大股东在卖股票，大股东一直在卖，全市场就说哦，大股东在卖，我也跟着卖，散户也跟着卖，你卖呀，你继续卖，你卖到越高兴，我买的越高兴，你卖的越高兴，我抢的越高兴。所以各位有没有，当初我就已经跟你讲，如果你真的要做股票，选择什么？选择微盈嘛，大财神呢、啊、你一定要相信嘛，也是跟你讲微盈啊，你就不相信。我说非常重要，秋后发动，有没有？我还特别跟你开个玩笑，哎，不是秋后算账哦，是秋后发动哦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你只要看这几个字就好，验证是最大的诚信。各位，你在做股票，当一个股票分析师，你真的也要有诚信，你知道吗？诚信比什么都重要，真的。所以各位，你看股票要多吗？我做多做空都可以啊。四星四星，微盈微盈，四星四星四星，微盈双红，微盈微盈四星，股票要多吗？所以各位，真的，我真的觉得很悲哀。现在全国很多很多的投资人真的很悲哀啊，因为他真的不知道台股要怎么做，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永远追高杀低了。然后人家在看股票涨的时候，像今天 AI 在涨了，哦，带着钢盔又去冲了，你知道吗？又去买了。各位，如果今天晚上美国股市又打下来呢？你知道为什么今天 AI 的股票会涨吗？辉达嘛。昨天晚上我不是跟你讲过了吗？财报公布啊，哎，财报周呢，美国股市财报周呢，对不对？辉达、纳菲达那个，真的我就已经在掌握了，所以我昨天为什么要买股票？原因在这里、啊，因为我知道它是利多啊，听得懂吗？所以我买啊，你敢买吗？你敢进吗？你不懂的原因跟理由，你敢买吗？我不是跟你讲，我美国有两个分析师的朋友吗？给我们很多的消息啊，非常的多啊。你再怎么笨，你再怎么选，也要选陈立豪。你在台湾做股票，不要每天在听故事比赛，没有用啊！你听我讲，真的，你如果想听故事比赛，你就退出股市就好，不要听故事比赛，因为你听的故事永远会被三大法人玩弄于股掌之间呐、啊，听得懂吗？所以各位，跟着立豪安心放心又开心，一通电话我就帮得到你了，对不对？你看10月19号，你有勇气、霸气、行动力吗？开低就抢，那一天就200块的价差。10月20号，隔天再来一次90块，对不对？那结果各位，昨天我又买回了，有没有？刚刚不是也给你看到了吗？我又买回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到了今天马上又赚105块，你看有钱有真的很难赚吗？我现在累积已经25905块的价差了呢，哥，你听得懂吗？各位，昨天到今天呢、啊，真是富贵千真万确。昨天我们讲10张就好，你105万，10张就好，105万，真的，对不对？那你看看
十月十九号去抢微盈，对不对？你也赚七十块。然后各位，二十号你去抢微盈到今天，各位，对不对？涨停板，对不对？你也赚两百一十块。哎，我还没有到涨停板就出掉了呢。他今天涨停板呢，一六六五呢。各位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跟各位投资朋友们讲，真的，台湾做股票其实不难，难在你的心里面，听得懂吗？跟着立豪安心放心又开心，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。而且台湾的股市它是一门学问，是一门投资学，是一门心理学。各位，你还在看什么？所有业务都在等你，你要么扫一下 QR code Line it 很简单，踏出成功的这一步。你要么打电话给业务，不要问什么，我就指定陈立豪。我们休息之后再回来。你还在看吗？三三三轻松富专案，让您轻轻松松变成赢家。你还在看吗？三三三轻松富专案，让您轻轻松松变成赢家。轻松富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。这条路是孤独的，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。静心思考，二十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，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。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。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，鼎业投顾全心照顾，02-8511-3366。特工队叫叫声抛华，救命！救命！救我的女儿！叫，大声呼救！叫，打电话求救！伸，无限延伸救援力！抛，把漂浮物抛给溺水的人！滑，能用大型浮具快速滑向溺水者！叫叫声抛华，救溺无误，救力无波！教育部体育署关心您。邀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。在台湾做股票，我希望全国的投资人，你要有一个观念，千万不要去乱相信报章媒体杂志。尤其现在在外面坊间很多的诈骗集团，真的你要小心，真的你要小心，不要人家画了一个大饼你就跟着去了。你再怎么样至少也要看电视节目看个一下子吧，对不对？电视上这个老师讲的怎么样，有没有把日期打在侧标上，是不是实实在在讲到这些东西，哥你至少也要观察一阵子吧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说过，我不会造假，不会作弊，不会欺骗，我也不会吹牛啊。事实如此啊。各位，赚不赚钱虽然真的很重要，但是诚信比什么都重要，这是你在做生意一定要做到的一件事情，听得懂吗？所以我昨天已经跟你讲了，昨天电视上我也跟你说过了，你敢买伟银吗？你敢买四星吗？昨天买四星到今天价差多大你自己看一看，105块的价差。伟银你敢进吗？送给你们的两次礼物了，对不对？一个大财神，一个中秋节大礼，就算你摆到今天你也赚200多块，你如果来回做价差你也赚更赚更多，赚翻了。我告诉我的清代会员，我说你们只要把资金准备好就好。为什么？因为迈入11月份我已经在准备11月份的东西了，我已经在准备11月份的东西了。
我做事情我都有规划，我不会像一些老师，涨的时候说涨，跌的时候说跌，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，我不是那种人呐、啊。我要告诉各位投资朋友，真的，你如果真的想在股市里面赚到大钱，你就选择陈立豪，把你人生最后一笔投资压在立豪身上，我可以帮到你。跟着立豪，安心放心又开心，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，好不好？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真的在台湾做股票真的没这么难，难在你的心里面，你愿不愿意敞开胸怀来接纳陈立豪？虽然我讲话的方式你不见得喜欢，但是我是真诚的，听得懂吗？跟着立豪，安心放心又开心，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。祝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明天操作愉快，谢谢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